喂，蝈蝈，现在马上上网，今天晚上我必制定出心理测试的问题来。什么？罗伯特的哥哥？那我不管。如果在发生上次的事情的话，我让你工作不得辞职，不能明白吗？茉莉，青春姐，他送了罗伯特。哎呀，不是，他叫王小艺，也是我表哥。 真不是罗伯特，连皱纹都不一样。哼什么？我这明察秋毫，你懂不懂？啊，茉莉，你呀深了，终于该轮到我们问问了啊。是啊。王老师，您都演过什么呀？演过什么？对，演过什么呀？其实我演的可多了，比如像……我知道，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呀？游戏啊？《三国演义》。太扶不起了，你演那个谁来着？这是你演那个诸葛亮。身后拿大旗那个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戏路非常宽，上次呢只是帮个忙，而且我朋友非常多啊，比如像陆毅啊。陆毅，您是陆毅，对，我特别喜欢他。是不是？要一个签名什么的。 行，这样吧，等我近期这个戏完了，好吧？怎么样，不错吧？你傻呀，用你的屁股想都知道，那是冲着陆毅去的。你这明显是羡慕嫉妒恨，不过我原谅你的无知。果果，谢谢你原谅我，我想吐。哎，你小琳娜呢？我要投诉。小风起。 陆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总经理啊，他真的不在，要不然你先跟我们那个戏剧社的王老师碰个面，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在啊。哎，别以为免了我的会员费就可以不管我，上次集体婚礼的时候，他可说过一定要把我嫁出去。 陆小姐，我们经理他确实不在，他把你的事情呢都交代给我了，给你打过电话，你不记得了？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吧？嗯，我昨天在试戏。啊，什么戏剧社啊？就你们几个？就这个？演阿炳啊？这奇葩是谁啊？他就是我们公司的 VIP 会员陆佳欣，陆小姐，我们这个当然不能跟你这专业的相提并论了。我们这个戏剧社呢，其实就是为了让新老会员呢有一个互相更加了解的机会。要不然你也报个名吧。报名？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佳欣，周围特别正式，听说很多干货呢，还有很多高帅富哦。 是啊，佳欣，要不你也来报名？他可是戏剧社的王老师。
专业演员呢，还认识陆毅呢。嗯，专业，戴个墨镜就以为自己是谢霆锋了。你以为你剪过头发帘就是埃及艳后？别，大哥。哎，陆小姐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表哥就是这样，童言无忌，口无遮拦，他就是你少四个字跟我转。哎，不是小晃，哦，不是，那个嘉欣，你也报个名吧。我才貌双全，谁稀罕你们这些三脚猫的设计社？戴着不知道从哪个地摊讨来的墨镜，一看就是业余的。你说谁是业余的？你再说一遍。别，你看我们这个戏剧社这么多人参加，还是挺不错的。你这么优秀不来，太可惜了。你们以前也是这么说的。我们经理这次特意嘱咐我，你如果不来，那是我们巨大的损失啊。所以，我们决定免去你所有的费用。丛丽娜真是这么说的。也是啊。像我这种人才，不应该放过这次机会。但是，他要给我道歉。六哥，那一看呢，陆小姐就是非常有表演天赋的。刚才呢，刚才只是一个临时的模拟的测试，这样呢才能看出您是一个非常有表演天赋的人。是吗？我怎么没发现是测试呀？这不才显得我表演到位吗？这样啊，反正我也是临场发挥的。来，给陆小姐报名吧。陆小姐，请。来，那你们其他人来我这里报名啊。来，排队，别挤啊。观众朋友们，看到了吗？三个女人一台戏，掐个男人，成闹剧。酒神杨凡啊，这儿。谢谢啊！您请您在这儿签下字啊。行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嗯。皇上。好，谢谢啊。啊。元芳。你可真行，就因为你第一天报名，差点把我们老客户全吓跑了。我后来不是搞定了吗？你们有这样的老客户，只能说你们无能。错，不是我们无能，是爱无能。不错呀，客户。新公司学的挺快的，现学现卖啊！来吃苦，苦有老王卖瓜，今有锅锅卖乖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统一战线了？自从我知道他不是罗伯特，哎，我们俩只有男人才最了解男人呢。Yes， 我们是好朋友、好基友。嗯哇，我看你们两个是狼狈为奸。走了，我要看电视了。我求求你嫁给我。虽说我没车、没钱、没房、没钻戒，但是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。等你老了，太感人了。我依然背着你。至于吗？啊，至于吗？这就是一群叫编剧的家伙用来骗你们这种无知少女。完全赞同。Yes， 多感人呢。在哪儿说不成，非得往大马路上说去。说什么不行，非得这么肉麻。哪个男人能跟女人这么说话？就是你们两个能算男人吗？管很明显啊。哎呦，我这也很明显啊，多大个儿。你们根本就不明白，不论是十几岁情窦初开的少女，还是几十岁上了年纪的老奶奶，每个女人心里都有一个浪漫的公主梦，都渴望被呵护、被重视。虽然在现实生活中，女人们只可能当一天的公主，十个月的皇后，
最终还要操劳一辈子，甚至还是和一个不解风情、只会啃白菜的男人。公主，准备去，咱今儿不吃白菜。妈说多加两个鸡蛋。哎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吗？连小凤姐都看不上你，就是因为你不浪漫。求你了，千万别让她看上我。哎，我忙着给你们俩基础教育，连这事儿都忘了。哎，表哥，你那个戏剧社想好演哪一出了吗？我去看一下杨凡，检查一下他的厨艺。方便面也算厨艺吗？哎，男人最会演的就是逃跑了，阴险。是我，谢谢你帮把元芳买回来。元芳让我谢谢你。请问于阿姨在吗？天阳，于阿姨，哎呀，是我是天阳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你妈呢？啊，我妈去美国复查身体了，她来的时候特意嘱咐我一定要来你这儿看看。早该来的，省得你妈操心。送给你的。哎呀，干嘛这么客气啊？哎。你这孩子怎么知道我喜欢花啊？哎，我妈妈说的，没有一个女人是不喜欢花的。嗯，好了，到我位置那边登记，走。哎，温柔、英俊、彬彬有礼，好浪漫，好完美呀、啊！完美，这一看就是一位只会讨女人欢心的假正经。年少无知，哪个女人不爱浪漫？拿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昨晚我和林娜姐制定的爱无能心理测试，尤其是这种表面上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男人，其实心里最阴暗了。你好，先生，我是爱情在线咨询师郭郭。哦，你好。一看就是个刚出道的小白领，一会儿看我怎么吓唬他。你是初次来爱情在线吧？嗯。我们先做个小测试吧，这边请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完美。难道你是希望我有问题吗？不是。郭小姐，恕我冒昧，这份心理测试是谁做的？看起来很业余啊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不瞒您说，我在美国攻读心理学，自己呢也开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室。像这种心理测试，目的性太强，稍有一点心理学基础或者心理防备过强的人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心理学大咖，这一点雕虫小技，还想欺骗我？他一定会找我出主意的。不过，我得深沉一点。说的像真的一样，
那你说该怎么办？郭小姐，要想了解一个人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。有的时候，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去领悟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郭小姐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感谢您的服务。于阿姨，我先走了。他一定会拦着我的。哎，你站住！你这什么意思呀？于阿姨跟我妈是结拜姐妹，我不来不好，现在也算完成任务了。你把我们这当什么？你这简直是施舍，你太过分了。哎，这谁呀？我们乔经理啊。他在吗？不在。你们还有这个活动呢？爱情在线戏剧公社，郭小姐，麻烦帮我报下名，所有戏剧社的活动记得通知我，谢谢。于阿姨，哎，我下午还有个重要的客户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哦，好好好，那我送你一下啊。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那就不送你了啊。不用送了，你们先忙吧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哎呀，好可惜啊，可惜这么个好孩子。好什么？可惜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欢迎欢迎。姑姑，到办公室一下。Yes, sir. 今天的心理测试结果怎么样？不太好。今天刚注册了一位新会员，也是第一个做咱们心理测试的人。新会员？新会员怎么了？他是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博士，说咱们的测试太初级。有这种事儿？给我看看。张天瑶？对啊，他现在是一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总经理助理，这次回国是考察项目的。经理，乔经理。啊啊，那个没什么事，你先出去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呀，我一个人想想怎么解决这事儿。张天瑶一样，都神神秘秘。张天瑶真是难得的完美男人呢、啊。这是当然的。听说啊，他3岁会作诗，7岁呢就会用英文写14行，他8岁的时候就用意大利文唱歌剧，10岁的时候就有小帕瓦罗蒂的称号。这个人非常的聪明，有种与生俱来的高雅。西珍姐，8岁唱歌剧，都还没过变声期呢吧？还有，他还特别喜欢运动，尤其是篮球。在哈佛的时候就曾打过全美大学职业篮球联谊赛，还6岁的时候。哎，停！青春姐，青春姐，你这么说，我觉得他好像谁？像三胖。对对，太像了。三胖是谁？谁男朋友是吧？哎，对了，青春姐。你那天在门口说张天瑶可惜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儿大不由娘。当初呢，天瑶他妈和我是想撮合我们家子浩跟他的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包办婚姻啊？那哪像你们现在年轻人的感情啊，就像自来水一样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我们可没有啊。反正啊，这以前的婚姻呢，跟感情啊，有男女双方的家长，还有红娘做保障，这知根知底多踏实啊！跟你说，现在那个电脑随便摁一下，啊，随便筛选一下，就叫出一堆知心爱人，你说这靠谱吗？青春姐，你说的都对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。你看，你们那个时候呢，通讯是靠写信，一等就要10天半个月的。我们呢，现在发一个 email， 不到1分钟就到对方邮箱里去了。
你们那个时候想见个谁，非得跋山涉水的走。我们呢，窄点的，打开视频就面对面了，大不了订张机票，两三个小时也就见面了。你们那是小火慢炖，来之不易。我们这是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作业，就是这样，交流方式改变了才有咱们公司啊。咱们给大家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，这样大家才有更广泛的选择。青春姐，你反对电脑匹配，可是你不是也在用你的标准给子豪姐选男朋友吗？这么一说好像挺有道理，那 我是不是该对她男朋友好一点？午休两小时，午餐我请，我就不和大家一块去吃了。太棒了！哎，经理，你吃什么呀？我们给你带。我订了外卖，你们自己去吧。呀，好，谢谢小虎。我给杨楠和我哥打电话买鸡翅。那我登陆深圳的时候去子豪那儿瞧瞧啊。又去查岗，刚刚还在自我反省呢。总是要把把关嘛，走了。Thank you. 请问，我可以坐那边吗 ？Please sit down. 谢谢。小姐，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乔小姐，你现在应该跟人群多接触。你听说过戏剧疗法吗？什么戏剧疗法呀？简单的说，就是通过电影、戏剧的模仿进行自我宣泄，达到治疗的效果。那你会和我一块儿去吗？买好了，放心吧，就这样啊。啊，等我一会儿啊。你干嘛去？等着。姑姑，你们是想自带午餐吗？收场地费，姑我会给你们便宜的。哎，这是我新做的，尝尝。送的。好吃吧？嗯，你也尝尝，我不饿。久等了各位。哎呀，哎，大色狼，快！哎呀，他是我表哥，不是大色狼。你表哥就是大色狼啊？不是罗伯特，他是王小叶。嗯，这罗伯特到底都干什么了？怎么哪儿都那么大反应？说来话长，我们吃东西。
真不是啊，这要是罗伯特在的话，咱们在座的女士可没有一位会衣冠楚楚的站在这儿。哎，王老师是吧？这个是我做的曲奇，你尝尝。哎，不要吃。长得帅了不起啊？场地费照收。行了，美丽，我买的有鸡翅，快过来尝尝。啊，我在减肥，吃不多的哈。哎，哎，这还有。哎，吃了我们就不够了。表哥多吃点。哎，林娜呢？她怎么没来？你又关心老情人啊？哎，哪有啊？哎呦，我不吃。林娜，她今天好奇怪呀、啊！平时午休就半个小时，今天竟然让咱们休息两个小时。我也觉得好奇怪呀、啊，尤其是她在看完张天瑶资料之后就变这样了。张天瑶，听着好难受。那可真是货真价实的高富帅呀、啊，身材健美。彬彬有礼，笑起来太迷人了。口才，口才，管他呢，该吃。你就知道吃，再这样吃下去，小心在演艺圈大展宏图。宏图是什么东西？红灯走路啊。我吃的又不是螃蟹。好冷的笑话。俩好啊，六六啊，六六啊，气的呢。逮着，逮着。逮着了，魁梧！俩好啊，六六啊，七个老婆七。你们两个怎么还喝呢？那小伙摸溜挤到朋友家去了，想把我也挤走吗？俩好，哎，满。你说喝酒找灵感，找着了吗？找着了。俩好啊，八满。你网页刷新了吗？那我睡了。睡去，管不了你了，是不是？早点睡，你们俩。俩好啊，七个七呀、啊，八个老婆。黑船了又。对，出来打。你买这东西借我用呗。什么东西？好妹夫了，求求你了！哎呀，我不吃这个。好妹夫，跪下！不拿，把这喝了，我这喝。啊，真的，喝了，立马。你碰一瓶。没戏，没戏。喝了，我立马喝，我立马考试。之前呢，先来解放一下天性，也就是教大家如何放松自己。哎，和我一起做啊，深呼吸，吐出去，放松，试着把眼闭上，想象一下自己躺在一个海滩上，晒着暖暖的太阳，身体越来越轻，漂浮在蓝蓝的大海上，让身体下沉，放松就要尽量的放松嘛。哎，同学们是这样的，
王老师为了今天的排练呢，都没休息好，好几天没睡着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台词都准备好了，来来，给大伙分享。你们甭想蒙混过关，我要投诉。哎，你要干嘛？我没钱，没房，没车，也没有钻戒，但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。等你老了，我一样背着你，给你做拐杖。没有牙了，我嚼碎了喂你吃。一定要等你死后，我再死去，因为我不忍心留你一个人在世上，没人照顾你，我死都不会放心的。陆嘉欣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我愿意。大家看见了吧？这就是表演的魅力。接下来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训练这个，用你们真情来打动和你搭戏的人，明白了吧？什么？搭戏？啊，对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表演这一段。哦，对，那把戒指给我。大宝剑！冷静！同学们，没事儿。我没车，没房，没钱，但我有个陪你到老的心。我又不是白骨精，我要你的心干什么？没车，没房，还没钱，免谈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台词呢，你怎么把台词说？好，换一个。大家可以灵活一些，根据对手不同的台词，做不同的反应。下一个是谁？哇哦！有话赶紧说呀，酝酿什么感情啊？你都结巴了，是谁怨吧？好，换下一个。人呢？上啊！去啊！还有谁？怎么回事呀，乔琳娜，你这找的什么老师呀？瞎耽误我们功夫。陆小姐，王老师的意思呢，是希望大家可以，表哥，你来说。我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放松，只有放松呢，才能全心的投入到表演当中，释放真心，明白了吧？好，下一个刘以阳，下一个，哎，让我试试。他还是找到我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好紧张。赶紧上去吧。你的一言一行，你的一举一动，都让我梦寐难忘。我经常梦见自己紧抱着树枝，眼睁睁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死的时候还未懂得爱的真谛，那就比死亡本身更可怕。我回来了，我要一辈子陪着你，童小姐，我爱你。要不你一上来就催泪弹啊？在这么多人面前哭，很没面子的。他谁？你们帮我介绍一下呀、啊。好啊，晚点吧。安静，安静，大家安静。太不像话了。
行了，这演的什么呀？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完全没按我台词来啊。哎，不是你说可以现场发挥随机应变的吗？你对啊。啊，对啊，怎么了？我是说他没有表达真情，在懂的人面前真情都无需表达啊。对对对，演戏不用这么酸吧？能不能不要改我的台词啊？王老师说的对，演戏要按剧本走，不要随意发挥。好了，今天先到这儿，下次我通知你们的。怎么来了？我来拍照啊，今天刚好用来做宣传。我就说你没那么好心来接我下班嘛。青春姐，青春姐，完事儿了啊！这里面这么热闹，你都睡得着啊？走了啊啊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都走了。林总。啊，茉莉，我们一块儿走。好啊。想要追一个女人，就要留给她矜持的机会。于阿姨啊，我送你回去。那感情好，走吧。一会儿我们去哪儿啊？你想去哪儿？我看电影吗？好啊。哎，好好，带我一个，带我一个，带我一个啊！哪儿都有个你。就是。看够了没有呀？也难怪，你平时很难有机会看到这么有气质的美女吧？你喜欢我吧？这么关注我？小臭美啊你！哎，我戒指呢？戒指啊！戒指，戒指，戒指，戒指！陆嘉欣，等会儿。什么？陆嘉欣？我怎么给他了？于阿姨啊，嗯，你们那个总经理挺厉害的嘛。那当然，他和你一样，都在美国的大公司待过。这我心里比你清楚。哎，他来多长时间了？他来多久了？哎呀，我想一想，大概公司快倒闭那会儿来的吧。啊，大概一年多了。哎，他会留在这儿啊，还不是为了杨凡那小子？杨凡？嗯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要了解女人，要从情敌开始。那个杨凡啊，就是，你刚刚看到有一个背着相机，然后跟姑姑一块走那个小伙子。哎，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，这所有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后来呢，乔琳娜也没事了，我就一直看她没交其他男朋友。你们还玩牌呢？其他人呢？小凤姐他们呢？在那儿吃着呢。什么？吃着呢？赶紧化妆去。来来来来，再尝尝这个，这个可是我独家烤制的，嗯，在别的地方绝对吃不到这个味道。嗯，那我要尝一下。嘉欣太好吃了，你怎么做的？因为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做饭，我做的东西可好吃了，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你们都没有吃到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表哥，你快尝尝，这全是嘉欣自己做的，特别好吃。要干嘛？我在问你们在干什么？能不能专业点？这是吃饭的地儿吗？王老师，也让同学们放松一下嘛。让嘉欣做的，亲手做的。你看看你，
再看看你，还有你们。佛曰，一切罪孽皆可宽恕，但胖不行。来这儿干嘛？赶紧化妆去！快去快去去去！就别管这儿了，你该去赶紧，有我的有我的。那谢谢你了，大家化妆要不妆了。哎，不用谢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乔经理。张总。